韩国男团帝国之子队长文俊英9月12日到香港，准备出席下午举行的韩流 Cover Dance 活动，获近20名粉丝接机。文俊英在中午12:05左右步出接机大堂，沿途对粉丝微笑，而且非常亲民地为他们签名。文俊英之后由数名保安护送下步往停车场，期间有记者叫他停下来拍照，他也非常合作的停下来，面向镜头微笑，又向记者及粉丝鞠躬，非常友善。可是他步往停车场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，有粉丝不小心跌倒，大家追星也要注意安全呀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